中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问耶稣为承受伤，我该做什么？就在耶稣提醒他用十架来审查自己的时候，他说他一切他一向遵守这些戒命，可能他是个希望自己的道德行为要够好的人，不过耶稣要求最高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使舍给穷人。耶稣叫他舍弃来自天主的祝福，即是自己所拥有的财物，卖走他，然后施舍给穷人。这里耶稣是要求我们，不只是为了穷苦或者慈善慷慨解囊，他说的是要我们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。在我们的社会，贫富除了在物质上面的，还有在精神上的，比如爱、恩慈和关心等。分享的意思是要付出，而不为自己有所保留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因为我有多余剩下我自送给人。富贵的少年觉得好难受，因为他无法舍得他拥有的，他的财富是重要过所有东西。所以耶稣用六破穿过针孔，比起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更容易，是比喻啲有錢人入天國嘅難度。由個月到而家，我哋都咁講，財富係天主對人祝福嘅表記。假如但凡富有嘅人都唔可以得救，誰還可以天國呢？其實無論有錢或者沒有錢，包括所有的人，如果我們只照自己的心意去行自己的路，我們的生活很容易接信求所擁有的資產，好似富貴少年咁，會被天主形容入天國，好似入台穿過針孔咁，係唔可能嘅。有人話針孔係指喺耶路撒冷城牆一道好矮細、好窄的門，到夜晚當大門關上之後，
就去那裡洗碗。骆驼只是可以跪低用膝头合过去，亦啲人话系希腊文，唔系继续或者唔可以唔好唔应该翻译骆驼，应该系继续。醒，无论点，意思都是想讲一啲唔可能嘅事，但系个人唔可能为天主嘅不义，因为就系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，因为天主先至可以拯救我哋。无论富有的人，即是我们每个人同样可以得救，只有我们愿意做天主旨意的事。还有耶稣的门徒为跟随主，他们离开了身边所有的人，他们的家庭、工作等等，他们找到的富裕是来自团体中或会的家庭、兄弟姊妹、仔女的财产，更加不用担心将来在生命中会有什么发生。主啊，